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 V5 出炉，流萤数值确定了，动画小改，其余基本不变。《星穹铁道》测试服更新，加群聊功能了，可以多人聊天了。朋友们，如上个测评视频所说 ，V4 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策划很满意现在的流萤，后面基本不会改了。现在来看，确实是这样。首先来说一下改了哪些吧。流萤驾驶舱动画增加时间限制，触发此动画6秒后会自动关闭，仍然是概率触发，左边是旧版，右边是新版。还改了个错误文案，拖到现在 2.3 才改，不好评价。光追描述改动了一下，但没什么区别，名字倒是挺契合我现在的想法。仪器风举云飞的永烈改了一下数值，从 30% 变成了 36%。 末日幻影也做了一些改动，但影响不大，这里就只提一嘴。可可利亚速度190变172，可可利亚韧性18由26变19 27，银之韧性26变27。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史瓦罗的辅助机械臂单元抓走萨姆时，萨姆的模型大小会变为原本的 90%， 但感觉不止。最后就是改了敌人例会两个，可可利亚和银之，你的流萤数值没有任何变动，改了的还是萨姆和敌人的属性，我也不好多做评价，变身动画看来是没了，距离下个版本还有些时间，看是否能发生奇迹吧，我反正没多大希望。朋友们，星穹铁道在最新的测试版服务器更新中，游戏内的群聊得到了改进，突然有了群聊功能的框架，虽然不是很完善，但是星铁似乎后续会出游戏内群聊功能，你们对此有什么想法？会不会发展成类似王者崩坏那种全频道的？你养车的轨道不要不一一起的后背椅子我问一切希望为椅子你养车的轨道不要不一老的名字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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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的味道不要不一啊唱You carry by the sun. New chapters have begun. Tomorrow never ends. You're rising up again. Watch the stars turn signals from another place.See the colors of slipping up to outer space. All I knew that the way came up is hard to me. It's so hard to wait. We were alone, mate. 路不在这里就问路行。没有车的每道 bubble 里。
未见如好百里真，足以解释一个万里之。We are 这的每当 Babylon， 那的名字上，那的名流上，那的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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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你要吃的味道巴布尼代言沙漠吐沙斯巴斯里面的阿本比库加维拉